酸辣乌鸡爪来啦。爸爸，我也要吃。你再辣，你不能刷。你给我刷一下。能吃吗？能。谢谢爸爸。哎呀，该说不说的还得我闺女。今天刮胡子了，你看他刮胡子了，刮了。跟你有关系吗？大壮，老铁都不喜欢你了，你再以后别拍视频了。老三都把你取代了。老铁说了，你上来没人给你点红心了，都给老三点。不喜欢老三。该下课你就下课吧啊。那是你心里话吧。自己别没点数。一欢，你喜不喜欢我？喜欢。说心里话，喜不喜欢？喜欢。说的是心里话吗？弄不住了，自己录吧，以后别又叫我了啊。